行。突然就死了，艾达瑞斯奉命搜捕擅离职守的塔萨达。警官，我知道你不想在如此危急的时候离开艾尔，而且你还在替菲尼克斯哀悼，但他的一生就是圣堂武士的典范，他的功勋在卡拉中无人能及，没有什么事比这更光荣了。身为仲裁者，得把眼光放远，因为我们有责任保护族人的未来。现在最大的威胁不是虫族，而是叛徒塔萨达。如果让他在艾尔散布黑暗圣堂武士的邪恶思想，那一切都完了。应该跟史莱皮 PK 新海二十而已。我必须找到他，让他接受审判。要输史盖很难呢。虽然塔萨达说过，虫族在入侵艾尔之前就离开这个星球。说好只来打酱油，感谢你。26等干爹，这里有某种挥之不去的黑暗，做好万全的准备，执行官。如果这个星球还有虫族，那他们一定知道我们来了。也好，这是好事啊，史盖。陈述你的命令，我听从你的呼唤 ，Zetok， 斯拉哈。吉托正合我意，有什么指示？为你效力的哈，有什么指示？吉托，大师官不会乱送。我听从你的呼唤，有什么指示？我听从你的呼唤。哎，等一下，这关是不是有自爆兵啊？有什么指示？还是把窗户关起来啊？不然等下那个又要靠背。我听从你的呼唤，有什么指示？传送我听从你的呼唤。哇，有个自爆人白是炸的是500D的，应该不是这关了、啊，因为这关没有英雄。我记得后面那个有英雄的时候，那个自爆兵炸下英雄直接死了，超级白痴。我听从你的呼唤，是吧？有什么指示？有电！哇！要求。鸟蛋都没练到。为亚顿而战，
唰，完了，有点，哇，不太妙啊！我听从你的呼唤，有什么指示？有什么指示？死人哈，有什么指示？这个一代的这个兵实在是有够难攻。难得从收到，开始进攻。我听从你的呼唤，第一次感觉不用打。我听从你的呼唤，我听从你的呼唤。没有、啊、这个没有。有什么指示？传送死人哈。我听从你的呼唤，有什么指示？运行接收中。我听从你的呼唤，有陈述你的命令。着手进行。有什么指示？等候我听从你的呼唤。等候你的呼唤。等候你陈述你的命令。有事找我。谨遵指示。正合我意。有事正合我意，传送我都没病，不然进度比往前了很多。有事正合我意，传送一定，谨遵指示，我的方向一定啊！我明天工商晚会会玩一款游戏，叫什么？十三机兵什么的。你们知道那个游戏吗？听说很香。大概晚上11点左右玩吧。13号星期，我靠，要妈差那么多。哦，对啊，明天会玩那个、啊，就是那个工商的。老皮玩的那款，我不确定，对十三骑兵防卫团，对，我不知道老皮有玩，老皮他正在玩着，还是怎样？是我明天会玩那个，我明天那个，明天那个晚上玩完以后接着玩那个。陈述你的命令，有什么指示？有要先练吗？我自己练应该就可以了。吉姆雷诺，叶斯，执行官，你们怎么会在这里？没想到会有人来救我。我是来逮捕你的，跟我回艾尔接受审判。逮捕我？你们可以先去那个帮我载一下游戏啊，来这里。你去大老远载个吧。逮捕我？别放在心上，老兄，我也遇过这种事。哈萨达，这个人类是谁？老兄，我叫吉姆雷诺，别用那种语气对我说话。老兄，就算你是神族也一样。有意思，哈萨达，你挑朋友的品味越来越奇妙了。执行官，准备逮捕塔萨达。执行官。我不知道他们是，然后所有剧情接下来变成，反正那个游戏是蛮推的，搞不好到时候把它破一破。为了艾尔，帮我找到泽拉图。我最近手状况越来越差了，可能星海跟那个手把游戏要交换完，就是几天星海，几天手把游戏这样，手的负担比较不会那么重。不可思议，你竟然以为我们跟你一样。愿意跟黑暗生物合作，塔萨达，你疯了！手把作案，你不该侮辱他们。执行官，我可以解释这一切。卡文不用手游戏，泽拉图很难呐、啊。有什么不用手游戏？收到，跳舞的。我们被包围了。塔萨达死了之后就 GG 了。把塔萨达跟雷诺带往信标处，往回走。死了，等候你的死了。
效命卡斯，我听从你的呼唤，我们的伤者不停的死了，你没有做到，你没有做到，老了老了，哎，真的哎，哦，我真的有感觉到这个感觉。之前当选手，就算我打到手痛，也是几天就恢复，等两三天休息一下手就好了。看这次已经多久了、啊？我是三月初开始痛的吧，三月要开始痛，大家都已经四月了还在痛，一个月了，有点糟糕，我有点担心我的未来。有什么指示？谨遵指示。马萨达要派过去啊！哎、欸，这很强哎、欸，塔达一个普攻哎、欸，哦，20D，好猛！你没有计划，我听从你的呼唤，有什么指示？哎，看就这个啊，那个后虫直接把重击兵喷死，超强！当你有巨大优势，可以拿一定的菜，把他的重击兵，把他的龙骑兵全部都变成这个渣。对，有点伤哎、欸。陈述你的命令，迅速接受。你没有足够的计划。肌腱炎，那所以我要看什么科？肌腱科吗？我听从你的呼唤，只有什么指示？杀毒，我有什么指示？啊，他们都只会叫我不要用，就叫我手不要去使用啊！啊，这。有什么指示？陈述你的命令。我们的当中有什么指示？看中医有用。我听从你的呼唤。陈述你的命令。哎，他这个真是太毒了吧！一直把我那个变渣渣。哎，其实原版的。虫族没有遁地兽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爆那个提速孔，应该是很有用。你没有足够的进化。爆提速孔的话，虫族好像没东西可以挡。他有什么东西可以挡提速孔？好像没有。哎，我要闪电，哦，太猛了吧！用针灸的。所以是建议去针灸一下吧，我是知道有一家针灸超级强的在三重。他是面针灸的，那个医生很秋丢，可是他针灸是真的猛。所以我要为了看手跑到三重去吗？看完以后再去健个身这样。啊，我这样我有想法，我不然我礼拜三去好了，礼拜三要去播比赛了，可以去播比赛之前先去蒸个灸，蒸完以后去播比赛，播完比赛后再去运动一下，这样这个节奏啊。你准备好就说一声吧。我回来。香港没有有健保吗？香港没健保吧？对啊，怎么样？你要搬来台湾了吗？变成台湾人？你看，像 Sky 也是离开他的祖国来到台湾啊。台湾这边生活幸福指数很高哎、欸。
看这个还靠背，炮虫真的很猛，会用的话。不会啦，你真的在实战那个后虫其实不太会用，会用其他更有用的。实战中那个后虫使用率不高，那个真的是虐菜用的。偶尔会看到那个人打虫的时候，我有时候会看到虫会用那个去喷人家的坦克，人家坦克如果是少数，因为那个可以直接把坦克变渣。为什么不能升二攻？圣堂文库。你没有足够的交往力。速狂跟那个就好了。收到认可了。不觉得雷诺这个台车看起来很像？升级完起来不错，很像那个 F1 赛车啊。赞。没问题。赞了。没问题。听起来不错。麻烦了，不要再做公屏太多。出骂曲。一代不能传兵哦，都是全部都是走出来，所以一代的兵做出来生产速度蛮快的，它不像二代那么久，一代很快。你没有足够的金矿。哦，好想去 A 哦，没什么耐心。死了，神有什么指示？那太祖有什么指示？陈述你的未来。收到。神听从你的呼召。我撒度，有事找我吗？你必须建造更多神经塔。皮卡丘。62，把放中间。62，戳坏，感谢确定。62冷干爹。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新移民是来自那个吗？内地吗？你必须建造更多。来自内地的朋友啊。事前预约点完了，对，暂时先这样子，因为好像还不能玩还是你们下载看看有没有办法玩。现在应该是没有办法，还没有办法进去，现在都是好像是只能先事前预约，然后还没有正式开始，所以应该先这样就可以了。4月9号才开放哦，好，那你们就先弄事前好不好？弄个事前。登记一下那个就好了，因为他其实会看那个事前预约的量，就是我不是有给一个网址嘛，那个网址就是会去统计说，那个是我的专属网址，所以你们从那个网址点进去，他会知道。啊，我把龙骑兵另外兵出来了。我想去 A 那个，我想去 A 那个右上角。你看他这个有一个眼睛，对，就是那个幻象。一代的时候没有哨兵，是用那个，是用那个圣堂武士做幻象的，所以其实一代的时候幻象其实没有很常见，因为那个太宁愿拿去电人，也不会去做幻象，比较少见一点，偶尔会出现啦。你死了，你丢下我，为什么？
叫我来 A 这个虫族的、啊，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你没有足够进化。啊，这边一堆兵往他家里救谁啊？不要打好了，太危险了。我去把那个雷诺放后面。啊，有飞汤！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壮士断腕的电法。哎、欸，没死。我靠，这笨对空哎、欸！他妈太强了吧！来来来，不要浪费时间了，我们直接回家。走。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死了好，有什么指示？指令书的只要听从你的呼唤。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现在有很多操作是。很不方便，像新海二你可以这样框着，对，直接去盖建筑物，然后你看，哎呀，我的视讯挡到了，你看我这样直接框起来，对，它其实是没有建筑那个选项，所以你一定要拉一只才有办法，选单选一只的时候才有那个建筑的选项。战术中升级完成，等候你的指示。从你的呼唤，有什么指示？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陈述你的命令。执行官，就是、塔萨达跟雷诺是比较。收到。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龙牌，陈述你的命令。嗯？陈述你的命令。足够的金矿，你没有足够的金矿。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陈述你的命令。哼，你要去哪，兄弟？讯息接收中，等候你的指示。有什么指示？指挥官，有事吗？我听从你的呼唤。别杀住我！你看这龙骑兵都乱跑。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战士的声音。战士的话。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战士的啊！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你没有足够的金矿。有什么指示？感觉我可以走过去了、欸。没问题。
有什么事？你的战士正在有什么事？然后这个闪电一定要一个一个控哦，他比较心矮二十。你如果所有闪电一起电，他会全部电在一起。你看、哦，哎、欸，我刚刚不是有说要看那个啊，会不会叠吗？你看一下这电的感觉，这应该是没有叠吧？我靠，完了，全部都电完了。你看这个，如果说有叠的话，是不是应该秒杀？所以他其实是没有叠的效果。啊靠腰啊！雷诺怎么死的、啊？他该不会是被我电死了？他走左边，我他妈的真的。好啦，我们等等不要灭那个，不要去灭虫族，应该就很快了。说你的命令，说你的指示，还是希尔哈那个族？陈述你的命令，有什么指示？帮宠物加油什么意思？萨卡拉达斯，希尔哈，希尔哈，我听从你的话。突然冲到左边，然后死在那个。第四那边的，真的太白痴了。谢了哈，谢了哈。有什么指示？靠你的指示。你的战士正在努力交战。我叫你卡森。有什么指示？有什么指示？靠你的指示。战术已经。谨遵指示，我听从你的话。人都到，这边好像神族那边的吧？有什么指示？死了好。曼达瑞斯，执行官，你们怎么会在这里？中西医兼修。会有人来救我？我是来逮捕你的。跟我回艾尔接受审判。逮捕我？艾尔快要被虫族摧毁了，你却大老远跑来逮捕我？别放在心上，老兄，我也遇过这种事。塔萨达，按照刚刚的经验，路上一堆飞糖，所以我多做几个龙骑士护卫我的雷诺跟那个塔萨达过去应该就可以了。别用那种语气对我说话，就算你是神族也一样。有意思，塔萨达，你挑朋友的品味越来越奇妙了。执行官，准备逮捕塔萨达。执行官，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跟你形容我的，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艾尔。帮我找到泽拉图跟黑暗圣堂武士，只有他们才能消灭主宰的脑虫。只要我们赢了，星海的世界里虫族是最强的吗？听候秘密议会。虫族跟神族都很强吧，只有人类很废而已。不可思议，你竟然以为我们跟你一样愿意跟黑暗生物合作？塔萨达，你疯了！艾达瑞斯，你不该侮辱他们。执行官，我可以解释这一切，但得先帮我找到泽拉图。陈述你的命令。我的天！听从你的命令，我准备包围了。我听。
还好啦，魔兽争霸，魔兽争霸三里面的人类还蛮强大，他们还会用法术哎、欸，对。你准备好就说一声吧。是啊，你没有足够的进化。有什么指示？有事吗？为雅顿而战，谨遵指示。托瑞卡勒，萨达，谨遵指示。当然没问题。陈述你的命令。谢尔哈，你没有足够的情况。你没有足够的。叫宅雷的。后面那个。怒火燎原一大堆表人的设计。你没有足够的金矿。啊靠！要拉到所有工兵。一代拉到所有工兵超级伤的，因为他去踩那个矿，他会叠在一起踩，他不会自己分。效率没有像二代那么好，二代会很快就分开嘛，一代不会。一代不想拉工兵，但是超级亏。你要手动去一个一个把它分开。不用嘛，这关雷诺跟那个到这边不就好了吗？我只要保护我这两个就好，家里被拆也没拆。是八四。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有什么指示？我的方向已定。下令吧，指挥官。十一名的 low 是什么阶级啊？吉姆雷诺，收到。下令吧，指挥官。为爱而生，传送。很久没玩了，干你不职业选手啊！靠！没比赛就不用练习吗？可怜啊！你没有足够的金矿，为爱而。这感觉你应该是对那个游戏已经失去热情了。人老了，我跟你讲，聊天室87%以上的人都比你年纪大，你知道吗？他们平均年龄46岁。奥斯卡19岁。星海一的护盾中人器啊，他跟二代不一样，他要手动去按，他不会自动补。你没有足够的金矿，你没有足够的金矿。他每一局改野区，哦，就打江总。
啾。哎，火星塞。火星塞感觉那个开荒也没退步啊，对不对？也是个死机啊。用的也不是顶级账号，哎，有点实力啊。你没有足够的金矿，有什么指示？啊！我的鼠标去护送了。确定搞很久。不觉得这非常长得很像？蘑菇人方吉吗？这一代。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很像蘑菇人方吉。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各位弟兄，水准何在？下令吧，指挥官！下令吧，指挥官！你的战士正在下令吧，指挥官！没问题，没事。
哇，这个好多哦！西蒙雷诺收到。你没有。西蒙雷诺收到。下令吧，指挥官。收到。你的胆识真的低。下令吧，指挥官。你准备好就说一声吧。哎，悠悠，雷诺，要耍智障。下令吧，指挥官。需要我效劳你吗？下令吧，指挥官。你的战士是在做什么？你准备好了说一声吧。啊，轻松啊。雷诺，收到。你准备好就说一声吧。有什么指示？知道吗？为亚人而战。谢谢你，执行官。希望我们能尽快找到泽拉图，然后赶回去。哎呀，这个东西表不到第二次的啦。